白云飘，远处有飞鸟，月儿挂树梢，爱人的心跳，我心中的梦，路在何方，谁来解烦忧，日夜不相忘。像白云飘，远处有飞鸟，月儿挂树梢，爱人的心跳，我心中的梦，路在何方，谁来解烦忧，日夜不相忘。我像白云飘，远处有飞鸟，月儿挂树梢，爱人的心跳，我心中的梦，路在何方，谁来解烦忧，日夜不相忘。爱人的心跳，我心中的梦，路在何方，谁来解烦忧，日夜不相忘。我像白云飘，远处有飞鸟，我心中的梦，路在何方。不要流于表面，不要过分的注重形式。你们这个作品如果能够更多的再融入一些当地那种特有的气质的话，我想你们的表现会更加精彩。这票给吗？给。好，祝贺你们。进入复赛，干杯！来来来，恭喜，真靠你们！我决定不参加复赛了。来来，喝喝喝喝呀！我真的不想参加复赛了。嗨，年轻人嘛，啊，容易被这个胜利啊冲昏头脑。对对，哎，但是咱得稳住啊！来，为胜利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我们干一杯。我想去采风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评委说的对，我们的作品还差得太远，参加复赛我觉得丢人。我们才看到希望啊，你咋说变就变呢？我已经决定了。江寒，够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家为这个机会努力了多久。你以为小孩在玩过家家呢？不是，我就觉得我们的音乐应该再往前走一步。你走你的，那你玩你的高雅，我今儿可不陪你玩了。今儿肯，今儿肯，迪丽，迪丽，迪丽。江寒，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行了。你别管了，嘉克，迪丽。哎，还没结账呢。
对不起啊。乐队进入复赛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，这是你们三个人一年的心血。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发现我们的创作方向出现了问题，我们的东西太肤浅了，把这样的东西呈现给观众无地自容。你放弃复赛不为他们着想，你想想我，下周你爸妈就要和我爸妈来见面，商量我们的婚事，你不会忘了吧？见面的事情着什么急啊？江寒，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你的世界很大，我只占一小部分，可是我的世界里很小，它只能装你。我现在只想把音乐做好。六年了，你说你热爱音乐，其他的你都不感兴趣，我支持你。你说你想做工作室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你，你向往我的生活吗？我就是想把音乐做好，才能给你想要的生活。我想要的生活，你明白吗？我想要的生活是你啊！我跟音乐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我现在就让他。生活不接地气，如果想走得更高更好，必须得经历涅槃，获得重生。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想要的东西离我自己这么近。音乐的路太难了，但它是我的梦想和挚爱，我不能失去它。我出发了，要从手风琴之乡塔城开始，一路向南，走遍这片土地。快点，快点，演出要开始了，走，快点！
居然在这儿还能遇到你。你是来参加演出的吗？你怎么一个人？我们认识吗？啊，你不认识我，不过我认识你。我是上海越走天下视频网站的主播，我叫晴朗。我主要的工作呢，是在全国各地行走，拍摄记录和音乐舞蹈有关的故事。哎，那天我在看过你们的演出，你们的组合还进入了复赛。你是来参加演出的吗？我是来采风的。哦，大叔你好，你这琴拉得好啊，这琴看起来有年头了。看来你还是读书风行的啊，我带你去个地方看看吧。你的这把琴产自俄罗斯，至少有100岁。我听我老师说，这把琴是80年前一位西伯利亚的手风琴师带过来的。在之前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看我这里所有的琴都有它的故事，我相信你这把琴也有它的故事。小伙子，你能不能把这把琴也放在这儿？这样，你出个价，我愿意为这把琴多花些钱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那是什么事儿啊？抱歉，大叔。哎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你的这把琴到底有什么故事啊？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？不好意思，不能。我真的是特别好奇，你这把琴到底有什么故事啊？知道你会把我拉上，你怎么这么自信啊？哼，去哪儿啊？五彩湾。去那儿干嘛呀？你胆子还真够大的。我现在要跟着你去挖掘你手风琴上的故事。远处有飞鸟，月儿挂树上。我心中的梦，借翻云，日夜不相忘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就说这个帐篷怎么这么眼熟？你们在这儿干嘛呢？等你啊。等我？你们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？你以为你不接电话我们就找不到你了？都这么多年兄弟了，我们还不知道你会到这儿来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你必须先跟我们回去。兄弟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欠你们一个复赛。别说没用的，现在就算拿到总冠军我们也不稀罕了，但你得跟我们回去，明白吗？为啥呀？你们不是陪我来采风的吗？为啥？你心里只有自己吗？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他谁？路上搭车的。哦，嗯。搭车的。啊。搭到哪儿？搭到这儿了。厉害了，江安，学会哄人了。荒郊野外孤男寡女能干啥？你就为这个女的。你扔下我们说走就走，还是什么音乐梦？你哄谁呢？
你这样干，你对得起总统吗？对得起哥们儿吗？不是，你们俩误会我了，你们听我解释啊。够了，江寒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变了，你忘了吗？当年是你说这里的山是无限谱的音符，我们才决定成立的乐队，钱还是人家统统出的。你变了，我家里没有你这个朋友。哎，李丽，走，嘉肯，不走是吧？哎，嘉肯，我回草原，你爱干嘛干嘛。嘉肯，嘉肯，嘉肯。我不是故意的。等我们拿到全国总冠军以后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拍一个 MV， 到时候全国巡演。音乐创作非常的艰难，如果你想迎合大众，你就会失去自我；但是如果你坚持自己的音乐理念，又会失去很多的听众。评委说的没错，我们的东西太肤浅了。你放弃复赛，不为他们着想，你想想我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跟音乐，你只能选一个。这个嘉肯，他不会迷路了吧？请为我祝福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再用力求吧。爷爷，你去哪儿了你？你知道我们有多着急吗？啊！他怎么还在这儿？你误会我了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那天比赛的时候，我看过你们的演出，后来我在塔城跟他偶遇了。我觉得他的情商有我想要的故事，所以我才跟着他的。你要相信我，我所有说的话都是大实话。哎，你不相信他，你总得相信我吧，啊？就当我错了，我回家了。行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走行吧，密码是233666，撞坏的车我来赔。不是，哎，干嘛呢你？
你干嘛？你不能走。我为什么不能走？我卡都给你们了。到了我家门口，一口奶茶不喝，一顿饭不吃，你就想走啊？走啊，上车啊。这赛里木湖，这人生的路，这路过的幸福，可会有领悟？请让我领悟。这追寻之路，巨星里荒芜，与梦想为伍，借不懂得赌。这走过的路，这手掌中温度，这远远的幸福，可会再次握住？请为我祝福。又来了，儿子，这个嘛是你的江汉哥哥，这个是德里夏提哥哥啊，对，这个姑娘是，她是秦朗，谁？秦朗。哦，秦朗，哎，那个儿子，就要这子个。为什么呀？你嘛吃了这个耳朵以后。就听他的话了，你们都是一家人嘛。爸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不要乱说话了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哎，刁肯，你的美啦，咋还不来？他下课就来了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好。哎，来，来来来。去找他。哎，这群小朋友骑得好好啊！我们都是马背上长大的，会走路就得会骑马。我也想骑。你会不会骑？嗯，不太会。你可以教我吗？孩子们再见，老师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摔着哪儿了？怎么了？嗯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怎么了？哎，马伊琍，马伊琍，你过来。去。
哎，你的马伊拉呢？咋没跟上来？他心眼太小了，我怎么说都不行。非说我进城后就看不上他了。哎，这年头，谈个恋爱太麻烦了。可是没有了这个麻烦，生活也太无聊了。说你热爱音乐，其他的你都不感兴趣，我支持你。你说你想做工作室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你，你想过我的生活吗？哎，秦朗，你用什么办法把马伊拉哄好的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快说噻，人家江寒还想取取经呢。秘密。这把琴上的爱情故事，现在能跟我说说了吗？
这把琴伴随着我的童年，也伴随着我的人生，也伴随着我小学老师的爱情。50年前，我的老师李明亮大学毕业以后，主动要求到高原工作。那天，他突发疾病，医院又在山下的镇上。幸好有李小娜医生背着他走了一夜，才挽救了他的生命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他们相爱了。我要为你摘一朵雪月莲，那是我对你最深的爱恋。我要为你写一首小诗，等在你每次经过的路边。我要为你唱一首美丽的歌，那是我心里的话。我要为你跨上骏马寻找最圣洁的青春，美丽的姑娘，我的爱人。说好的排练，这都几点了？哎，贾尔凯，你的鼓呢？我打算留下来了。啥意思？开什么玩笑啊？之前我答应马伊拉，回到草原就跟他订婚。没有你这还算组合吗？我们还怎么证明我们自己能行呢？啊！可是我已经答应马伊拉了。行了，夏尔凯，你要想留，就留下来吧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做的，行了吧？迪丽，有事吗？喂，你稍等一下啊，有人要跟你说话。哎，彤彤，彤彤，哎，彤彤，我江寒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彤，
彤彤挺好的，他也很爱你，你得珍惜啊。爱情也是有命运的，看缘分吧。从塔什库尔看来，帕米尔高原那个地方我去过，穆什塔格冰山壮阔震撼，如果在你们的作品当中能够更多的再融入一些那个地方的特质，我想你们的表现会更加精彩。希望你们将来的创作的时候能接地气。李老师，将来等我有出息了一定好好报答你。你准备用什么方式报答我呢？我要让你幸福。让我怎么幸福？等你大学毕业，把你最好的作品带回穆什塔格峰，唱给我听。坚持梦想有多难，没有人去问，这背后的痛苦，一个人承担。你要好好的过着生活，生活总有一天会对你微笑，你要好好的过着生活，生活从来不放弃对每个人的承诺，你要好好的过着生活，生活总有一天会打破沉默，你要好好的过着生活，生活从来不放弃对每个人的祝福啊。江寒，你要好好的过这生活，生活总有一天会对你微笑，你要好好的过这生活，生活从来不放弃对每个人的承诺，过着生活，过着生活，生活总有一天会打破沉默，你要好好的过着生活，过着生活，生活从来不放弃对每个人的祝福。您别送了，我们走了。孩子们，这两天没照顾好啊。没有，特别好。哎，等一下，多保重啊。这个拿着，路上吃吧。谢谢阿姨。不谢。再见。别走平安。再见。再见。
嘉肯，你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啊？我跟马伊拉商量好了，订婚推迟。可以啊，嘉肯，兄弟敬你是条汉子，仗义。该敬的人不是我，是江寒，不为世俗折腰，只为音乐，潜心修炼。哎，要说对音乐的执着，还得看江寒。哎，别这么糟蹋我行吗？迪丽，嘉肯，嗯，之前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耽误了大家进复赛，咱们也有可能拿一个总冠军。你看看，罪名势利者，还是咱江寒。Let's go。喜欢的事情去吧，早点回来，我等着你。马伊拉，你结婚的时候能让我来当你的伴娘吗？我把你们的视频放到网上，立马就火了。这个是马上冬不拉的表演，一下点击率超过了200万。要是你们还有点别的绝活，保证你们火遍大江南北。哎，到时候巡演第一场就安排在上海，你足不出户就会有1亿个点击量。哎，那我到时候要以什么样的造型出场？这是喀什的高台民居，你们知道这里为什么这么有名吗？嗯，这里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歌舞王子。谁呀？我呀。迪丽。
来来，有啥好吃的？有啥好吃的？嗯，我提前辣条子，还有烤包子。你听过马奶子，还有羊蹄子，甜甜的皮腰子，无花果子，还有美美的石榴枝子。来撒，朋友来撒，清炖羊肉，南坑烤肉。来撒来撒，朋友来撒，我们的囊家家不动。来撒来撒，朋友来撒，高台民居世界闻名。来撒来撒，朋友来撒。哟，我的吉他王子回来了，叔叔。这就是我的克里莫叔叔。艺术家你好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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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太久没见到艺术家了，除了我自己叫金子。你们请请。哎，你们看那是谁？好帅啊。那就是我叔叔。快吃快吃，我建议你们赶紧吃。这是我当年参加喀什地区街舞大赛冠军的奖杯。没想到克里姆叔叔当年还是个街舞王子呢。你们那个大篷车电影知道了吧？啊，看过。我小的时候那个电影跟前我一站嘛，我的腿就不是我的腿了。一直跳到现在。你们看电视啊。哎，克里姆哥，你就不能让他们看电新鲜的吗？我们看这个吃了多少顿饭，我的两个孩子都会挑了。嘿嘿嘿，那么好的早饭还读不上你的嘴吗？我这是艺术，艺术你懂吗？快吃。那个时候啊，哪个年代、克里姆大哥，一共多少钱了？多少钱？这个还用我算吗？你没看到我在这谈艺术吗？自己算自己付，能够有微信啊。咱们继续啊。啊，你们吃啊，你们吃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像你们这么大，我一天不跳舞吗，我就浑身痒痒的很。音乐一响，我的心毛抓的一样。老板，菜给你送过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要处理一些紧急公务。哦，对，你们先吃饭，多多的吃。我嘛，事情处理完，我好好的给你们讲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辅导。嗯，吃吃啊，快吃快吃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辅导时间吧。
孩子们，你们看，这些是远道而来的艺术家，让他们开开眼吧。彤彤，你还好吗？这一路我有很多收获，音乐的力量不但冲击着我的内心，我感觉我更接近音乐的本真了。我很想你。叔叔，
够了，够了，再装的话，这个车就开不动了。那上吧，我的孩子，你在替我搞音乐的呢，一定要吃得饱饱的。啊，回乌鲁木齐以后，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。好。克里姆叔叔，谢谢你把车借给我们。谢什么呀，孩子，塞风就是要把风塞倒呢。你们要是连风都举不上，咋塞呢嘛？去吧，孩子们，朝着梦想飞吧。跟你们说啊，鹰到了40岁的时候啊，会做出惊人的举动，因为这个时候它的爪子开始老化，它的喙啊也会变得又长又弯，几乎都碰到它胸脯，它的羽毛也会非常厚重，就连飞都会变得很吃力。这时候，它会面临两个选择。哎，什么选择？死亡，或者经过痛苦的蜕变，向死而生。鹰啊，会飞到悬崖筑巢，用它的喙击打岩石，直到完全脱落，然后静等新的喙长出来，用新生的喙一个一个地把指甲拔掉。当新的指甲长出来后，它会再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。经历痛苦而又漫长的5个月，它又会获得长达30年的新生命。我们应该像鹰一样学会蜕变，包括我们的乐队。
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祖国西部边陲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人的婚礼。现在村民跳的是鹦鹉，就是塔吉克族人民最喜欢跳的、最喜爱的民族舞蹈。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，我的父亲当年就在这里服役。一班长，一定要把他们救活。说，来儿子，李老师又给你添麻烦了。没有没有，部队营房离学校很远，每周一父亲都会把我送到河边，然后老师带着我划索道过河上学。春来秋去，周而复始，我的整个童年几乎都是在老师家度过的。有一次老师带我过河，这成了我心里永远挥之不去的痛。老师手指没了，那他以后还怎么拉琴啊？李老师，合适吗？合适。那是我对你最深的爱恋，我要为你献。江寒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索道吧？是的。那你能再跟我说说你老师的爱情故事吗？那天我老师的恋人李医生去山里巡诊，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。我老师和乡亲们找遍了穆什塔克峰下的每一个角落，也没有发现他的踪影。同是恋人的老师就在这里等了一辈子，守候了一生。那老师现在还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几年没有回来了，一直想回来看看他，可我不敢。为什么不敢呢？那年我考上大学，老师把他最珍爱的手风琴送给了我，他希望我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人。我也向他承诺过要将最好的作品带回来给他交作业。现在作业完成了吗？近乡情怯，
我理解你，你生在这儿，长在这儿，根也在这儿，你内心深处的家也在这儿。到了家，心里踏实了吧？不要流于表面，不要过分的注重形式，那就回到音乐本身，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你们自己。老师，老师，哎呀，小韩啊，你回来了！那咱们屋里，我屋里坐。哎，啊，都来了。老师好。屋里坐，屋里头坐。李老师你好。来来来，您先请，老师。你们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吃馍啊，刚蒸出来的，江寒小的时候最爱吃的。谢老师，我们吃过了。哦，你们坐飞机来的，那我给你们倒茶。哎，老师，我来，我来，您坐。老师，您身体怎么样啊？哈哈，你结婚我一定会去的。老师，我一直记得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跟我说的那些话。Thank you.
亮，人们在大声唱，上演出天神昆仑壮志云海间。今天我见到老师了，我为他演奏了我的新歌，但是他的耳朵已经听不到了。后天我还要和迪丽、加尔肯在慕士塔克峰唱响这首歌。彤彤，出来这些日子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。对我而言，音乐是很重要，但没有你音乐便失去了意义。离你越远，我越爱你。以前是我太自私了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发布了你们过两天新歌首唱的消息，粉丝们呀，全部都沸腾了。嗯，那我们得加油。他们呀，现在都搬着小板凳等着呢。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们，我们的首演舞台是冰山之父慕士塔克峰啊？当然有了，他们呀，现在都等着你们这个壮举呢。毕竟呀，你们做的这个事，其他人都没有做过。我好想玛丽拉也在场，我不会让他等我太久的。秦朗，我怎么感觉你不对劲儿啊？你发烧了呀，这么烫，你气色特别差。我没事儿，我可能就是有点小感冒。哎，在高原上感冒可是很危险的呀，现在我们的海拔已经是3500米了，往后只会更高的。秦朗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们不用担心我，现在主要是你们的演出最要紧了。要不要送医院啊？江海，你坐好。肺水肿是高原缺氧造成，等病情好转后必须立刻下车。好的。嗯，我们医院有规定的，你们都回吧，他不会有大问题的。我好多了，你们回去吧。那好，走吧。拜拜，明天来看你啊。护士，麻烦问一下，十号床的病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嗯。哦，对，他留了个条子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我是多么想和你们继续前行啊！但是我知道，如果我不离开，你们一定会送我下山。这样，你们的冰山放歌就无法如期实现，还会让喜欢你们的粉丝失望。
这些日子，你们身上的质朴和追求梦想的坚韧不拔深深打动着我，这些都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。我喜欢你们的歌声，更喜欢这片土地。新疆真的太大太美了，还有那么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吸引着我，我一定还会再来的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把你们的演唱视频发给我。我们已经向穆斯塔克进发了，你也知道，那里是我音乐之路的起点，也是我梦开始的地方。我希望我的作品也能像他那样，永远屹立在人们的心里。这是我的梦，通往高峰的梦之路。小心，小成长，雄鹰展翅飞翔，潺潺溪水聚合流向远方。听蜜蜂嗡嗡作响，风儿轻拂脸庞，枝树发芽，虫儿破茧，万物生长。胡杨的力量，太阳给的光，帕米尔高原上冰川在闪亮。满目成群牛羊，骏马奔腾向四方，无爱无家乡。看坡上白云飘，牧羊人弹着冬不拉，骑着马，羊儿在吃草。听远去的飞鸟，迎着雪山响铃哨，带去了爱人的心跳。飞飞过戈壁滩，飞过沙漠和草原，和草原，和草原，和草原。哒哒哒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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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。歌声多嘹亮，人们在大声唱，少年出天山，昆仑壮志云海间，黄河长江山水相连，长风万里青春正飞扬，理想的光芒是雨脚下，大地在歌唱，黄河长江山水相连，
长风万里，青春正飞扬，理想的光芒是一脚下，无爱无家。夜烦忧，日夜不相忘。烦忧，日夜不相忘。我想买云飘，云飘，远处有飞鸟。心跳，我心中的梦，谁来解烦忧？